我叫花木，我是高雄人，我从小是在旗津出生长大，然后旗津就是一个靠海的一个小岛，当兵退伍之后，来到台北这边工作。之前在高雄是在做动画方面的那种手绘动画的那种所谓的加工的工作在。我最早是拍商品，然后拍一些工厂。拍一些学校，还有博物馆，一些公家机关那种大型的。后来在工商棚，算毕业之后就到婚纱公司去上班，对啊。那个时候开始拍人，原本是很喜欢拍人，然后拍到最后很讨厌拍人。你说婚纱的部分？对 ，OK。然后有一阵子我就放弃了，就不再拍人，对啊。然后是有一次在，就是经过台大，然后刚好那一天有活动，我就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人在路上走，你知道吗？就是我，对啊，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就跟着他们走进去这样，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台湾有这样的 cosplay， 我本来以为是国外才有，那台湾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那种 cosplay 文化，然后就真的是。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穿得很华丽，然后我就过去跟她打招呼，这样，好啦，哎呀，然后又问，哎，她也是从高雄来的，哎呀，啊，那个是鬼童，哦，是啊，居然就是荒漠第一次，命运的相会。就我会荒漠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口头禅，就是他的口头禅真的非常有趣。就是荒漠只要看到他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说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棒，他就是说赞哦。所以就是今天就是我跟就是纵玲玲里面扣小弟的口舌就是在聊天，然后就是他先进来，然后我们在谈我们今天的布景的时候。他会说荒木一定会说赞哦，这样，所以就我们今天就是荒木进来，我们就一直期待他讲这句话。我就想说好，我们今天数数看他今天会讲几次。对，我觉得荒木是很有趣，赞。其实我今天是第一次跟荒木老师合作。然后我一直以来都是荒木老师的，就是暗地一直是荒木老师的忠实粉丝。然后，一直觉得没有跟他合作过，原本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距离很遥远，像星星偶像那种东西。然后今天合作会觉得比较像是爸爸之类的那种比较亲切的人。觉得他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修图就是对他自己的照片也都很有他的执着。对啊，就是所以我们拍照的时候都会大家一起讨论，就是要拍怎么样的感觉，然
后他也会尽力去达到那部作品的那个质感跟要求。这个优秀的摄影师，我出来赶快讲他。好，所以会花木优秀。那第一次跟荒木合作的时候觉得蛮讶异的，本来想说会不会是毕竟拍摄比较有风格，会不会是那种自己的想法比较强烈，然后要求比较多人，结果并不是，荒木就是那种比较随性，然后就是会跟 coser 讨论说你想呈现怎么样的东西，然后了解一下这个角色大概的感觉以后，然后他再跟你去协调说那这样拍摄方式如何，然后就是其实是让 coser 比较多自由发挥空间的一个摄影师。比较起来的话，荒木的摄影师跟别的摄影师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应该是后置的手法吧。当然每个拍 coser 的摄影师都会相当程度的去要求还原度，那荒木要求还原度的方式是从后置到会去合成，然后加工，用绘画的手法，然后去让角色更加的还原，就是那角色原有的样子。所以多了除了用 PS 调整之外的一些绘画的手法进去，我觉得是这个点是差最多的。还有，我觉得画是少少的，然后很谦虚，然后跟一般摄影师也不太一样，比较像艺术家。就他交照实在太少张了，可是他只要那一张就够了。对啊，就是评价会非常高啊，他照片只要一出来评价就很高。大部分摄影师会就是当成人像，或是当成一个就是或者是说会当例如说人像摄影，或者说可能会想要捕捉一些就是故事里面的画面，这是比较普遍的手法。对，那就是荒木画，他可能就是会拍一些有点像插画或者是一些静态构图，就是我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其实荒木老师在 cosplay 界是非常的有名的，最大的特色是大部分 cosplay 的摄影师其实很注重在就是做。就是他们会比较注重，就是脸对于构图的部分是比较不会去观察的，然后所以变成说大家在看 coser 的时候，就是很用心再去看 coser 本人，而不是整个环境啊，还有跟作品本身的相关度。然后我认为这个部分是荒木老师是在 cosplay 界中拍的照片算是最有特色，个人特色很强烈之外，然后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对于作品的用心的程度这样子。